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全涛，然后下面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第一条，你想对所有今晚半决赛的兄弟们说什么？可以给他们打气吗？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成绩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只要在台上玩开心了就行，就放开了玩啊，撒就好。撒一点，撒一点，大家加油，冲啊！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之前的高校生活中会有一些小遗憾吗？我觉得来到明日高校是让我觉得整个夏天都是没有遗憾的。就虽然平时可能那些不叫遗憾。对都不叫遗憾，可能有的时候比较辛苦啊，比较累，但是而且有的同学提前结业了嘛，但是我觉得那都是热血的，没有不留遗憾的。然后三，用自己的方式一句话推荐五岁留声机的表演。我觉得今晚的表演是和以往都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一次是别说太具体了，好，不睡留声机。可以，不睡留声机好。对，你用一句，不用一句话，就摆个手势吧。无声什么？无声胜有声。无声胜有声，对。好。要哭了，要呼麦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哈拉木吉。对，我这个小纸条写的是"图哈拉木吉"。然后，一和成员之间最珍贵、最开心的时刻，说一个。好，我不想说一个，我想说两个。好，你说。对，最开心的时刻肯定是在舞台表演的那个时刻。对，就那个时刻是最开心、最打开内心、最爽的一个时刻。还有一个时刻呢，就是演完出啊，好，怎么也好，我们下去了，几个人下去了，啊，聚餐啊，喝可乐啊，是吧？对，就下面就直接没事儿了，所有的演出也好，准备的东西都已经展示完了，发泄出来了，所以就在下台放松啊，好，那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半决赛期间给你最大帮助的队友是谁？怎么帮助你？最大的队友反正四个队友都有帮助，还有白哥。怎么说呢？白哥没来之前还是非常一个稍微有佛系一点，是吧？那这是不是把你们逼得太紧了？没有，你这句话感觉有点杀气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真的，真咖啡是吧？反正对啊，居民之前的事情，我也是没做好决定啊，什么比较愚蠢或者怎么样是吧？对，但是后面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些建议也好，帮助也好，廖俊涛、陈振波、刘洋，还有居民，他们都一直在跟我说啊，对，其实没什么事啊，加油，就展示自己去在舞台都有上，帮助。对，然后白哥进来也。反正帮助了不少，就是非常热血，非常刚就，反正大家就期待我们晚上演出吧，对吧？对，反正就，让白哥来结束吧。哦，无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晚上见，请大家给五岁留声机加油！期待一下吧。耶、yeah。